这最高难度吗？最高难度啊！最高难度，最高难度吗？对，最高难度。不然刷不了。我手。我那个抽奖页面我不知道为啥打不开。全都玩。换个浏览器啊！国内的浏览器不好用。谁给我钱？谁给我钱？我用谷歌。谁给我钱？谁给我钱？给你钱干嘛？钱你要钱吗？小弟，你他妈是登过什么？是登过我号？不是我干的，我登的，淡定干，是我登的，淡定干的。怎么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密码？哦，小弟跟你说的。对啊。你以前不是跟他说过吗？没有，我们后来密码改了。哦，对，那个是我说的。小林，你跟我说吧，那个六八改成六就行。对，对对对，八换成六。要枪？来来来来来来。哪边？哎，我是点对了吗？我操！我操，没点对。来来来，小杨，你这样子的话，尽量拿那个特殊武器。对的，就是要秒我节奏！我靠，我忘记我自己名字改了。我操！你他妈这么久了，哥们，好吧？应该是来秒我的，我操！找了大半天，所以没有人拿测试武器过。我拿了。哦，两个呢，输。不要往我这边跑啊，兄弟！我操，你干嘛？我怎么感觉是？我被喷了。刚才追的是这个榴弹，我真的是打的。哎，追叔叔！叔叔，你个逼！这个东西，他差点往我这边跑了。他妈的，已经往我身上跑了，好吧？滚！对呀，等我。可以这样人，一直打我，我操！没打我，不是啊，阿里帮我们吸引注意力，然后他就直接被秒了。哇！哎呀，打得挺快的。你是狗，你打我。可以。那是熊猫。来接我一发。嗯，哎，等一下，又出 bug 了。什么 bug？ 为啥？哇，谁放的闪？我第一个选的句凤凰，我第一个选的句凤凰没给我加分啊！我操！加的呀，零点分而已，你干嘛？不是，我第一个选的就是凤凰，他问题没加呀。我加对了，我，那他会加？他妈的几个意思啊？有意思吧？又搞我，是不是？就加两万四而已。问题是我不爽啊，这把是他们又搞我啊，我操！这有什么好搞的？特殊武器在哪？我看，好像掉了。在哪？找到了。别说我补个子弹都来搞我，把我踢一脚好不好？我操！这个踢脚没用，我知道，至少帮我吸引一下他注意力嘛。闪开！可以打得到的，还有测速，去接 ，GM 费就打不到了。我怎么有这么多吗？哎，那是少了一伙人，少了一伙人。你这种，我知道，你早出。哎，我谁？人歪了，居然！你就到时候等他那个的，往中间扔。就不给他加血就行了。真的是最难的吗？我怎么没感觉出来？他们的血好薄。就是。这是最难的，最主要是。我们武器好啊。对。这个，哎，不用吃了，刚血了。OK， 这次肯定是这个第一个。哎，再选错了就不玩了。女王，这回绝对是女王。
我也选的是女团缺翔的歌妈你在搞我干嘛我操老子哎真的吗是女皇哎靠哎选对了就是女皇啊老子兄弟信我呀我跟你讲我的嘴有毒的我操你他妈嘴是真的有毒哎就是的我哎你们你们打使劲打使劲打输出然后你们就让开哈闹的你们使劲打弹道天哪 RPK 弹道很偏你身上真的等着哎你们让他没看到啊看到了看到了特殊武器还有吗没了那么近这边这边那边那边哎你他妈在我说别堵那么近我操你去哪盯着啊盯着啊我就在那输出啊把我解除了弹弓丢下 你能直接把他秒了我操弹弓丢下biu biu biu 强的哎这次选什么好这次或是真的不选胖子选了胖子选胖子我选会飞的那个就是选胖子选一个选错的话就选错了我选会飞的第一个应该是胖子第一个哎呀有种人、啊、怎么办呢运气就是怎么先打什么好呢先打头盔好把他头那个打掉他怎么往我这边我们换人了胸甲好了没扣血没扣血好像没东西打了那手上那个是可以打掉的吗不行打不掉打不掉好只有头上那个可以头上胸前没有都可以打掉他们就没了我操老王赶紧跑没事了喂复活币怎么显示才两个他复活币会给你安装不同的我有两组复活币合起来就100多个我现在安装是90多个这个其实我有100多个、哎、因为它有不同的它有不同的我用莫名其妙有时候会用这个有时候会用那个冰抓我在远程输出如果我这两个会用我的、哎、会不会变成多的那边那个多余啊等我两个货币如果打动了、我不知道我没试过没试过真的没试过没有人那么闲对啊老是在那里死不好吗也行在那里说哎、啊、我们一会儿手更老逼逼我操以为就你会弄哎、啊、我们一会儿手枪打那巨人城好不好等我打巨人城可以啊打就打手枪啊可以吗那手枪打前关巨人城手枪打巨人城好像这个月如果我、啊、或者手枪打那个是那个水之城或者那个神秘领地、哎、水之城那就不要了水之城很恶心巨人城对就给他好像是挑战球哎这个月给的是不是挑战球啊好像闪电你加成多少我加成不知道我这上面写的是290哇140一个都打不死啊太死了这个打得死了
这个被我追着在那打了一顿。在哪？在哪？就在我面前。就这样擦肩而过。出了这回，我操！又把技能又出来了。先把手打了吧。我操你大爷！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很经常就会被克五剑气。啊，无所谓啦。大爷不是掉。之后要打手枪巨人城是吧？手枪啊！妈的，我鼠标在你那边，怎么打手枪啊？对啊，轩烈，我鼠标在你那边，你跟我叫我怎么打？站这边跟他们，妈的！嗯，对，我要挂了。我这里写的是一百血，为什么那我那上面显示的我只有三分之一的血？那第一名是我兄弟。啊！哎呀，尴尬，尴尬，尴尬，真的尴尬。太尴尬了！你是不是有毒啊？你没看到血条吗？你他妈能有三条血吗？我操！我就想嘛。冰塔，冰塔，快点，冰塔！来个大神把他冰住！我操！没冰，冰在那边没防护可以。哎呦，疼死了，我真的是。哎，不要！哎，张宇冰说：“你不知道他……抱歉，我也一滴血没控。你刚才死了。哼，你不知道他……屁，我照样两股血。”知道他刚才如果快打到你了的话，你如果换踢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免疫伤害吗？我踢了，真的假的吗？可以，我真的踢了，我知道我踢了。我又不是说你，我操！他说他掉了血了。啊，这种东西超级凶。谁谁？哎，小年竟然长这么丑，真的是。这个人物是干嘛的？哎，这个人物可以打耶！我操，替身王可以打吗？可以打，打头，不要管上面的，直接打头。不要管别的，就打头。先打什么？先头上打。就打头，上面随便他轰，打头速度快。对。我再换个把加特你来打。打头吗？打眼睛，打眼睛，妈的！那个加农炮先打掉呀，加特林的那个不要不要打头，打头打头他死得快。你看一下他的血条。打头不要打上面的，上面都不要打，只要打头。我要被秒了。哇哇哇哇哇，好痛好痛！加特林怎么在打我啊？哎，我他妈还以为我又他妈卡了 bug。按在这边打，不管，反正血多，命多。贴脸打，哇，贴脸死了！妈了个巴子，我你妈的！可以，咋了？直接秒了。哎，小林，我的角色伤害好像很高哎，我操！哇，痛！不是啊，小林，怎么了？小林。啦，我这角色的附带技能啊，我该不知道是你们用的技能还是什么，打他妈！